别动，往英租界方向开。又绑架了？少废话，开车。哼，绑架上瘾了。 那几个新进车间的工人要再次严查背景，实验马上开始了。已经调查过了，再次细调查，要万无一失。马上要到关键时刻了。哎，董事长呢？我刚才在楼下看见他司机了，司机说他自己开车上班来了。不对劲，我找杜松将军。杜松。 我是小岛金次郎，曹华丽可能又失踪了。小岛局长，你放心，我派高手跟着他，马上就会有消息了。好，这个曹华丽什么时候能让人省省心呢？工作才刚刚开始有眉目。马上派人去寻找曹华丽和咱们跟着他的人。嗨。 是军统吧？是，但是金梅看见了，好像给曹华丽家打了电话。好，我授权你阻止这列火车进站，我们马上赶到。何高克，你派几个人换上便衣，到旭日旅店对面来找我。 曹先生，为什么抓我？受惊了，受惊了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，要转移和保护您这个人才。只要您走了，小岛就失去了技术核心任务，雷电计划自然也就终止了。美国人交给我们的任务，也算完成了。可你们知道吗？ 小岛对雷电计划每个步骤都知道的清清楚楚的，他可以指派另外一个专家来进行控制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毁灭雷电计划。小岛派来的人，我们自然会想办法，必要时就击毙小岛。你们是怕我跟共产党跑了是吧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是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。 我不参与任何政党之争，我不希望看到你们兄弟之间互相打仗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您帮共产党运输设备是怎么回事啊？只要是抗日的事儿，我都做呀。你们任务做的事儿，我不也做了吗？其实我要想到八路军那边去，我早走了，还让你们抓住我？进来。 火车晚点了，还得再等一阵子。晚点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报告将军，我已经派人在旭日旅店附近埋伏。另外，军统也没有发现，火车现在晚点，已经停在北站了。做得很好。 这是我画的旭日旅店的草图。好，很好。记住，我们端的是军统，千万不能把曹华丽打死，他对咱们还有用。嗨，我们哪儿也走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看看吧。我们被包围了，马上突围，黑子。 你带一部分人在前面吸引敌人火力，其他人跟我从后门保护曹先生。记住。
冲出去之后在劝业场集合。明白。曹先生，请。云通也太小瞧我们了，就这点兵力。我们是来探路的，后面可能还有人，这也许就是军统在天津的全部势力。按说这些人是完全够了，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计划。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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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冲！快冲！快！快！快！又是声东击西，开车绕到旅馆后面，曹华也在那儿。走！嘿。过去的事误会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你带着我大哥冲出去，我和黑子掩护。黑子，保护好曹先生，撤，走。将军，小心！快走！将军，不敢放开了打，我们的伤亡很大呀。现在先擒王，给我狠狠打！将军，打！金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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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掩护！赶紧走，我们来掩护。喂，你好，这是曹华李家。谭姐，是我，曹先生被绑架了，在火车站的旭日旅店。什么？谁绑的？看样子是军统，要带他去重庆。那你先拖延一下，我带人马上过去。好。快点，哎，再快点。好。别睡啊，别睡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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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炉子升上，快加上水，快快去。马姐，我知道一定要救他，我知道，快，怎么还站在那儿傻愣的，赶紧出去。梅子，没事儿。马姐，没事儿，梅子，我现在赶紧给你做手术。马姐，梅子，别说了，来来来，让一下，快来了，来了，快，来来来，哎，让一下，马姐，跟着跟着，别管我了，他是谁？我不行了。
我妹妹，这是被哪个活腻歪的人害的？杜松，又是这个王八蛋！你帮我，帮我把考拉、黑子叫进来。你听我的，别跟我争了，我有话要跟他们说。 我拜托你们一件事儿，你说，我大哥一定不能落在俊统手里，你们一定要保护他，答应我，答应我，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，啊，我答应你。 和马姐叫进来。哎，曹先生，以前是我们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妹子，别再说话了，我没事儿。 我这辈子没福气，原谅我，不能再照顾你了。我马姐是个好人，就是脾气暴点儿，你要多担待她些。马姐，照顾好我大哥，一定要帮我完成。 这个任务，别说话了，妹子。妹子。 小岛局长，您来了。看来是有好消息了，请你理解我，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，绝无个人感情因素。别说这些大道理，说这个我都能给内阁成员上课了。我只关心我手里的这只车现在在哪里。 在军统手里，杜松将军，我对目前军事的进展不熟悉，请你给我讲一讲。不乐观呐！进入四五年，美军分别进攻了吕宋岛、硫磺岛，为了全面掌握琉球群岛的制空权和制海权，建立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，美军决定4月份大举进攻冲绳岛。 如此，日本本土就很危险了。那能守得住吗？现在守岛部队
是32集团军下属的2个师和1个混成旅，再加上海军收到部队以及岛上居民组成的特编团，不超过10万人。可是美军参战部队是45万人呐，舰艇就是1500艘，飞机就是2500架，那就是4.5比1。按照这个情况，是守不住了。这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啊。那占领冲绳之后呢？ 大门都打开了，那人家就长驱直入了。危险吗？不是危险，是危急，危在旦夕呀。如果说冲绳一旦失守，那离日本战败超不过3个月的时间。说到点子上了，杜松将军。 我知道你有你的权利，我觉得有必要向你透露一点帝国的机密了。我请曹华礼是为了研究试制秘密武器的一个重要装置部分。如果该武器一旦试制成功，帝国就向胜利迈进一步，就能从现在全面失利的战局中扳回一局。你说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？ 不用多说，你也明白此中的道理。这可是关系到大日本帝国成败的重中之重啊！实不相瞒，我已经猜出八九不离十了。但你不知道，如果没有曹华礼，这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做不出来。即使其他的研究部门全都完成试制，这个秘密武器也只是一堆废铁。夏德局长，你有什么想法，且说。 你来看看，在这个棋盘上，我现在就是老将，而你们呢，是把威我的士或者将。你们本事再大，也只能在这方寸之地糊涂。曹华礼呢，是车，他能帮我到河的对岸，把这些盟军打得落花流水。我要把美国人从太平洋地区赶回老家。 日本照样可以雄霸整个亚洲，甚至全世界。夏子小姐，杜松将军，我们现在是在跟时间赛跑。 杜松将军，我已经得到消息了，说火车站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，我分别给曹操的家里跟厂子里都打了电话，没有人接听。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些什么？夏子小姐，请坐。你还是先告诉我吧。夏子，曹华礼被军统绑架了，不过他应该还在天津。杜松。 这就是你治理天津的结果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天津现在已经不欢迎你了。我不管你后面是什么人，我一定要向内阁反映，一定要把你拉下来。夏子小姐，你不配叫我夏子。小岛局长，这就是你纵容的结果。如果找不到曹华礼，我看你如何交代。出去，将军，蹲守曹华礼家的人打电话来。 曹华礼回家了。嗯，哎，下次，我们想一想，怎么跟曹华礼说？不管怎么样，曹华礼已经回家了，那就说明他不愿意去重庆，对吧？将军电报。那你觉得？ 他还有什么不让人放心的呢？我也是这样想的，只是这场误会让曹华礼更恨我了。军统绑架了他，我去救他，谁会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呢？以后工作恐怕更难做了。其实没有解决不了的误会，这事就包在我和夏子身上。那我就感谢二位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我举办一个票友会，到时候请二位参加。 如果真的想让曹操解除误会和怨气。
那都松将军，明天你就要主动一点了。我这没问题，那就要看曹华礼了。好，没有问题就好。以后尽量少打扰曹华礼，他已经纳入帝国的时间表了。我听小道局长的。喂，曹桑，你回家了？哎呦，我都担心死你了。现在金梅也惨死在杜松手里，而且是杜松直接扔手榴弹炸的，新仇旧恨呢。我老爷决定，不能再让杜松活着了。明天的票友会，你还有心情去？恐怕我得去，得给他们一个假象。那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挺没劲的。那你得小心呢。没事儿，听下子口气，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金梅的事儿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别伤了身子。唉。金梅在日本就救过我的命，这回要不是他把大剧院给烧了，毁了证据，我早就暴露身份了。你能这么说，我这妹子在天上也算是安心了。你妹子？我们俩打小就认识，现在因不同的阶级信仰而对立，没想到你在这儿狭路相逢。哎，真是巧的不能再巧了。曹华礼说要替金梅报仇是吧？是，他说一定要完成破坏小岛的计划。不过我怕他杀杜松会因小失大呀。是啊，可是金梅在日本救过他的命，这次他不杀杜松是不会罢休的。一定要劝说他不要胡来，这哪像个科学家呀，这简直是屠夫嘛。要告诉他，破坏小岛计划就是对金梅最大的报答。好，我跟他说说。对他的监视暂时还不要撤，当然了，我想他不会跑到哪儿去。好吧。你今天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夏子。阿里嘎多。来。嗯。曹桑。哦，曹桑。夏子，小道君。大家都是来听我们唱《霸王别姬》的，你可得好好卯上。
你哭什么呀？这事儿有什么哭的呀？你看看啊，如果有个人昨天还想把你炸死，今天来了，你能冷静吗？你能冷静吗？我不是说杜松，我是看你对金梅，我都有些嫉妒了。如果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也能这样，那我就死而无憾了。行了行行了，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啊。金梅和我认识的虽然早，但我心里知道，你对我不比她差。真的？啊。那我和马姐比呢？这是两码事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跟我说说，我想听一听，说说。我得。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小肚鸡肠，没完没了的向我发难。谁写发难的？你还没完了。那我走了。小肚鸡肠。为了今天啊，我去选了一块好布料，专门找了一家洋装店帮我做了这身和服，结果做坏了，你看把里子做成这样了，我还跟人吵了一架呢。后来我才想明白，这是在天津吗？哎，杜松走了。杜松将军没事了吧？没什么事，他只是问了军统为什么要绑架曹桑。他还没完了是吧？啊，曹桑，你先别着急，小岛叔叔是关心你，他也想知道为什么呀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让我去重庆，我能去吗？就说你吧，小老君，你的事没完呢，我这人你了解，我说到做到，能去吗？啊，对了，你都没说你是怎么逃脱的。他们就金梅的功夫我逃脱的，那细节啊半天也说不完，你信不信？所以他说了嘛，你不急着去救心仪，跑来唱戏。唱戏？你们俩请我来的呀，你的面子我能驳吗？啊，我来唱戏你们都怀疑，我看他成心是搅局的，这是。哎呀，你别理他，我警告他了。不行，我找他去。哎，你找他干嘛？
你出去。 杜松将军，坐。啊，好。小村科长，你找平田厂长不是有事吗？听说贵州最近卖了一批废品，是为了给新生产的变速机腾地方。都是些什么东西？都是废铜烂铁，我亲自查的。废铜烂铁还需要出卡子吗？出卡子可以多卖好几千。 曹华里只是想多赚点钱。我们调查过了，一般的东西卡子内外价钱是有差距，但差距只有30%，而你们的东西差距是400%。嗯，不会那么大的差距吧？这对废铜烂铁是谁？主要几手？钟志郎。带我们去找钟志郎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 别打了！不是不还钱，宽限几天，宽限我2天，就2天。哎呀！别动！ 钟志郎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太君，太君，你还救我来了。太君呢？你要是再不来，我就完蛋了。把他带走。冤枉！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哎，你们。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让你进这种地方，但是可以参观。好的。你负责卖出去的是什么东西？废铜烂铁呀。不是，太君，您怀疑我作假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太君，我是大润黄军最好的朋友啊。哎，你不信，不信你问我们厂长。在哪儿卖的？在厂南门外废品站啊。何干？我们查过了，根本就没有这家废品站。 没有，不会吧？你都说了吧？还需要我们动手吗？嗯，太君，就为了一堆废铜烂铁，至于动这么大干戈吗？为了一堆废铜烂铁，在邵家死了一个特高客，为了2卡车废品，死了？问完了没有？赶紧说！太君。 确实就是一堆废铜烂铁。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这堆所谓的废铜烂铁，是运往八路军的根据地的。太君，这很正常啊，那边回炉一下还能做农具呢。哎，太君，干什么呀？太君，太君，干什么呀？太君，我说。 太君，太君，我说，太君，我说，他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呀，没别的。太君，太君，这个钟志郎是该给他动动刑了。是，这小子平时就油头滑脑的。哦，那我还说什么呀？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太君。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过来，来，哎，小子，哦，知道是谁同意让你们进新车间的吗？谁啊？谁啊？说出来吓死你们！是七大姑。七大姑，贾师傅，您的意思，七大姑认得我们哥几个？当然，他认识你们每一个人。太好了，贾师傅，你要是见了七大姑，跟他说。
咱们哥几个谁要是含糊了，叫我们养的孩子全是活嘴子。关键时刻，齐大姑直接领导你们。咱们可都是站着撒尿的，谁要是叛变，谁要是去，谁要是叛变了，咱们大家伙就把他全家塞到枪子盒里。对，就怎么办？就怎么办？好，就这样，散了吧。哎啊，来，接着吃。嗯，把他放下来，绑到电椅上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最后问你一遍，说不说？小日本，我是你大爷！老子为了你们害了不少中国人，反正是下地狱，下地狱，杀了老子！杀了老子，来世老子变成七大姑，杀了你们这群王八蛋！八哥，给我垫！怎么样，将军？他死了？怎么搞的？杜松将军。这小子平时吃喝嫖赌五毒俱全，身子骨早被抽空了，这一动情他哪经受得住啊。他说的贾师傅是怎么个人？我估计是龚队长贾春江。这个人听起来好像是共产党的名字。但是你不要吞吞吐吐的，有什么话赶紧说。他和董事长的关系特别好。啊，索嘎。你这是干嘛呢？哎，怎么起来了？我给你做面。真行啊你。熟了吗？来。我尝尝。嗯。怎么了？啊？没盐、没味精、没香油。哦，煮挂面还放这么多东西啊？新鲜，这不成浆糊了？哦哦哦。那这，这是什么呀？这边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香油。这是香油哦。这个是盐。哦，这是盐。这个。哎，等，我找张纸。找张纸，我得写上。走，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走，我快点走。刺杀杜松的方案想出来了吗？没想好呢。我是得好好想想。这刺杀吧，还得不露痕迹，还得不让人看出动机，完了更能带来麻烦。事儿挺多的，是不是金梅的事儿也让你分心了？有点儿。我就说我一定要杀了杜松。开会的时候我说那么多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同意啊。我知道。嗯。金梅在你的心里很重要。嗯。在日本的时候没她，我早死了。怎么回事？后来我才知道。那是日本右翼，故意陷害我。金梅呢？她是知道了，
在暗中保护我。他们干嘛陷害你啊？你不是还帮着他们的吗？哎，我不是天皇给我颁奖吗？我没去吗？他们觉得我看不起他们。